介绍我的二女儿关关。Hello， 大家好，我是关少文。我曾经是你的偶像，现在你又是我的偶像。我不是吧？是啊，因为我现在是。永远不枯萎，也无所谓。欢迎各位来到孙总来了，我今天好开心。这个人我不知道怎么介绍哎，可是我已经出现了。我曾经是你的偶像，因为我创造你很多偶像，而且你花了很多钱在我身上。现在你又是我的偶像，我不是吧？是啊，因为我现在是 YouTube 的新人啊，那你是一个超级网红啊，一天有六七个行程，所以今天你一进门，我说我今天赚多了，今天他不跟我收钱，他们少赚多少钱？算不完呢。啊！而且我们两个又相见恨晚，见面又觉得哇，怎么好像那么亲切？而且他自己要当我的二女儿，所以他现在又是我二女儿的身份。介绍我的二女儿关关。Hello， 大家好，我是关少文。哎呀，所以我应该怎么叫你？叫关关好了啦。小关关。对对对，反正赵小乔现在就是算是我姐了。对啊，你们现在变很好，对不对？对对对。哦呦，你看我们现在家庭越来越大，所以你看我礼拜一啊、哦，我又认了一个家庭。谁？那个2019年宝可梦儿童组冠军乌比，那个小孩多可爱，你知道吗？我不知道。我说那就是我梦想中的家人，所以呢，我自己跟他们要求要当他们家人。那他妈妈问我要当大的当小的，我说我要当小的，所以乌比说哈。我有一个大我50岁的弟弟，而且那个小朋友10岁，他的脑筋，我的天哪！他自己告诉自己说，如果10岁就是我人生的最高峰，那我以后怎么办？他会想这个问题耶，你不觉得很特别？所以我觉得这个小孩太厉害了，所以我想推荐我的家人让你认识。而且自从我知道关关为了以前的乔经理进了完全娱乐，那进了完全娱乐呢，我走了。因为以前很多看偶像剧，尤其三立不是有个楼梯是这样旋转的？对对对对。我觉得哇，这什么美丽的地方，我一定要进去。快进去之后发现，哎、欸，还好。因为你看久了、啊，我看了关关，我真的好佩服他哦。你有在看我的影片，我很感动。可是我影片那么多。对啊，有职业反弹，你的一日工作。还有跟许光汉，还要跟人家吃豆腐。我可以给你买一块地吗？买你的死心塌地。你真的很忙哎、欸。你看了很多哎、欸，我好像有点感动，因为我看很多我们大部分 YouTube 的 fit， 他就是知道对方，然后就可以合作了。你做很多功课，我要哭了。这不是正常吗？现在年轻人没有那么爱做功课。你的意思是我是老人？不是不是，我说我们很感动，就是难怪那种资深前辈可以历久不衰啊。没有，因为我觉得这是一种礼貌啊，我一定要了解你过我才能访问你啊。虽然我赚你那么多钱，你还是我衣食父母。对啊，那我现在还是要跟你取经啊。因为我小时候真的是每一张乔杰的改版啊、原版啊，小到连台风我都会买。台风没买几张哎、欸，我就是买了2张，天大地大嘛。我今天有带一个礼物来。就是因为我刚刚身为就是娱乐记者，我总是要做点功课、嗯。你有做功课？当然，我一共也才7集。对，因为我本来想说，哈，我要不要留2天？没想，哎、欸，1小时都看完了。重点是我今天真的带一个礼物来，这礼物是我们精心准备的，就是我们特别帮你定制的，定制一件高中的制服。我们知道市面上有个江湖传说，就是说好像送你制服的，你随便会送他一台宾士。我把我宾士都送人了，为什么你知道？我念高中的时候，第一套定制的制服他妈妈送的。对，现在是保时捷。哎，所以我想说，你的身手现在变得比以前再有钱一点。啊，10年后我们应该，哎，这个制服你应该不会忘记。好坏啊！而且那件衣服有多难买吗？外面还没有卖哦，因为这裕达只有学校里面有卖，然后我们还不敢跟他说我们要帮孙总买，因为怕 size 不够。然后我们就是上网找那种虾皮卖家，只要有人的裕达是全新的衣服，我们才把它买下来。你好有心哦！我们还有秀学号，你有看到上面写什么吗？他们写孙总520566，好特别哦，关关。我不爱你都难。哎、欸，这算是很精致的礼物吧？不贵，可是算是有心意。对，这是新的制服。我们那一代是白色，领子是深蓝色。好久了。而且我们的书包是一个大印章，裕达商字，很丑哦。不会啊，以前都觉得裕达的人长得很好看，因为想说啊，送他制服的人他是不会忘记的。是真的、啊？你准备接受？应该没有超过300万吧？我怕会有些赠与税。很好看哎、欸。我今天就要穿这件，很适合你哎、欸。裕达商字的学弟学妹们，听说你们现在有影剧系，但是老师教你们都不是影剧科的人，他只会念书，所以呢没关系，有机会来找学长，学长会好好的教你们。你真的好敢讲哦，你都没变过哎。为什么不能讲？因为有一段时间我是当那个娱乐记者，然后我们就觉得你一讲的话我们就很忙哎，追着旁边的新闻走啊。你们这样不是很开心吗？我们很开心啊，因为以前很多媒体
没有新闻就会打电话给孙总，孙总求求你交不了稿，我就说好，你需要什么？好，我讲哒哒哒哒哒哒，这样够吗？那再讲多一点吗？啊，够了够了够了，人不就互相帮忙吗？对啊，尤其你们每天要交稿量那么大，都觉得你们好辛苦，我还不把一些实话告诉大家，大家都在以讹传讹，社会就乱了，不是吗？我很想请教你，为什么只要帅的职业反弹，你都要叫人家脱衣服？不是哇，身材很好哎、欸。要脱的，跟你讲好，他们自己要脱的。对，他们是看了某一集，例如说某一集有人开始脱衣服，就可能影片80万、50万看，他们就是自己说我也要去脱衣服，然后我就说不好意思，可是我真的没有脱衣服的单元。他说没关系，那不然聊职业访谈，可是我可以脱。哈，我才说好啊，那不然就欢迎这样。现在是大家为了红不择手段，蛮多是这样。那你两个来脱吧，我就怕脱了没人看呐、啊。对，是这样的，所以大家以为是找人来脱衣服，大家有点误会，可是我没有公开讲过这件事，因为这样一竿子打翻了那些爱脱衣服的，连警察他都没有，因为他们我不知道什么，现在好像有一派的人会说观赏的频道很像小康熙，他们就很喜欢来这边脱衣服，他们把我当成小的小 S， 然后这样摸摸看这样。你是小 S 两倍吧？小 S 听了会生气哎、欸，不会不会不会，他应该不会听到。你好敢讲哦，你是小 S， 你是大 S， 你可以看我们两个在一起根本是乱聊。对啊，今天主题是什么？主题就是我认。二女儿，对啊，那这个女儿又长得这么的壮硕，我也不知道以后怎么养她。但是你有空，你累了，真的家里有很多客房，真的来陪我。好，可以可以。对啊，可以一起聊天啊。这边感觉很美耶，有很美吗？而且刚进来看到有很多很贵的酒哎、啊，真的我都不知道那是你在送的。哦，那我想说，应该有机会可以喝一下。你喜欢喝酒吗？我是喜欢喝贵的东西。你好俗气啊！哎、欸，因为我看我现在不小心挖掘了一些素人加入我频道的班底的有可能会成为小孙德荣哦。我会成立一个小乔杰利哦，我觉得很好啊。我们会一直改版哦，我们会一段爱与梦想的故事，爱与勇气的故事，爱与传说的故事。我看你那么多片子以后，你并不是只有乔杰利歌会唱啊。对啊对啊，就是只要我那个年代的偶像的歌，不止你都会唱啊。还没说，我就喜欢这一行啊，然后就开始当娱乐。你的姐听说你要录单曲，哈，你有看到？你知道的有点太多了。因为我明年3月31就30岁了。哦，给自己一个纪念，你的喉咙可以录歌吗？可是你以前那些人都可以了。一团我只会两个就好。对呀、啊，剩下就 double five double six。长得好看的 dancer。哎呦，你讲的我没有讲。我说在唱歌的部分呢，因为他们还是有其他，例如说主持的不错啊，就是分担不同的功劳这样。哎、欸，他把我心里的话讲出来啊！我这句会不会被告啊？不会，因为你的每一则都会上新闻呢、啊。对啊，因为我通常就是两个会唱的，剩下就是不要钱的伴舞。难怪那么多团体耶！我说如果一个人很好，我就不用出团体啊。是，团、欸、体很花钱呢。对啊，没出去一定要一台大车。对啊，吃饭就要5个便当，打歌服一个人又要3套。对啊，那4个人就12套。是。很花钱呢，讲到我的苦处了。我不知道年轻人知不知道乔杰利，可是当年真的很红。近期好像大家又有在回忆的感觉。有哦。对，因为他是一个乔杰利宇宙，包括他们去主持了什么电视节目啊、外景啊、带状的娱乐新闻啊、偶像剧啊、歌曲唱片。所以为什么让你那个当我干女儿，你知道了哈？为什么？因为你现在都会啊，现在是全方位啊。啊，你说我一个人就可以？对啊，你出个人就可以。好好好，我一定先帮你听，帮你挑好的歌。好，做这行从头到尾。我都说我是音乐商人，不卖钱的音乐我不做，很有道理啊。因为很多音乐人他们有很多梦想，我说我没有，我最大的观念是我的音乐如果受到普罗大众喜欢，那就是对的。所以那时候我在做专辑的时候，我都跟制作人讲说我要曲曲都是主打，所以我通常做一张专辑我要听1500首歌，剩下的1490首就不见了。对，给后面不知道的唱片公司他们去挑，所以他们就没红。哎、欸，有一次我们聊了一半，他还说你是不是在忙啊，那不然不聊了。不是我怎么，我就是没有，我在染头发。因为我后来看过他很多片子，我知道他很忙。哎、欸，你一天可以做那么多工作，跟以前的艺人没差了，你知道吗？我没有，我就是看着你们那样做，我才知道我们可以做到这样、啊、而且我发觉你该有的规格有，真的假的？这是对的，因为我们这行有一个很烂的陋习，他花越多钱请你，他越在乎你；他如果花越少钱请你，他根本就不在乎你，因为他会觉得你的每一分每一秒是花钱买，他就会把你捧在手上，你需要什么他都会马上供应。好，那顺便跟孙总请教一下、嗯、我应该要请妆发一整排跟在后面吗？现在还不需要，还好你现在皮肤很好，你看心灵就要画很久啊。
啊，没有没有。我没听到，我这段我不在。我等，因为我以前带他去宣传啊，七点的通告，每一人都要画很久。他五点就起来皱眉毛。那刚开始第一次我带他到海外去，我等他妆法都做完了，我们要去那个录影现场，他给我背着一个包包背这样，我姓你包包给我，他说为什么，我说你要去撑着他买菜，我都让我的艺人手上没东西，我说艺人手上最多只能有花，这边一直都会有救护车是不是，因为三种旁边，那你在那边拍片会一直被干扰，还好他不常有了，但是我住在那边变很安全了，对你也蛮方便的，这真的好大好像好久，我这台尤其三更半夜也会有，住在这边唯一的缺点就这样，所以修一现在就关注我的亲密窗，你们看到吗，希望我们可以接到亲密窗的业配，把孙总家重新改造，再也不会听到其他的声音了，我有亲密窗啊，但是好像没有那么好而已，有没有装那么好，玉米人的那个比较好，所以我以前在组织校园演唱会的时候，我最讨厌经纪人来跟我讲什么，你知道吗？讲什么？我们的艺人不大会讲话，那他唱歌就好了，就不用访问了。他越这样讲，我越访问。访问了十五分钟，再唱第二首歌，我一下来就跟他的经纪人讲。你不是说他不会讲话吗？那刚才在干嘛？本来就是啊，艺人一定要讲话，你要推荐自己啊。那你只有唱歌，谁记得住？你歌又不是那么好听。没有，我觉得有个重点啦，是因为很多人他以为他是当歌手，可是他其实是在当艺人。我以前艺人要去上节目的时候，我都会交代清楚，不管主持人怎么转，你今天去干什么，你一定要记得。如果你今天没有做到，你白去了。这就是说没有达到宣传的效果啊，或什么。对，包括我说你去玩游戏，我不要你得第一名。人家是花钱买你的表演，你要给我好好表演。哇，这个观念很重要哎，是不是？你去拿第一名，啪掉下去了，谁理你啊？蜘蛛人只会干掉，你懂意思吗？所以你以后知道了吗？好，我学起来。你就是要有效果，而且人家就会一直发你，而且价钱会越来越高。好，这个我先记得。那你有喜欢看我的影片吗？有啊，真的假的？我觉得你好敢啊，除了我什么都敢之外，我二女儿关关她比我更敢。不是，我看我真的很怕大家以为我是个很敢问的人，我真的。你连在路上都可以跟人家切割。我真的很怕你的事情。那你有习惯现在看 YouTube 的生活吗？我现在已经不看电视了，都在 YouTube 了。很好哎，现在很多年轻人都这样。你对小乔为什么那么好？他对我很好，他真的好客气哦。我们不是有拍一支那个他带拳拳来的，我有去看。你知道那个过程有多感动吗？很多人来就是说谢谢娟，你知道他买什么吗？我家附近有那个水饺店，他买了20盒哎，是现包的哎。就我重点不是那东西贵不贵，因为那是很便宜，可是他就是很有那个心。小乔，我帮你拍那支，我没有拿到水饺哎。不要，你家附近都没有卖水饺。我原本以为有一半是他要带回家。然后我等他走的时候，我就全部拿上。他说：“哎，那我留两盒。”他说：“没有没有，他要的他已经放他自己车上了。”小乔姐真的很可爱啊，她真的很棒、啊，真的很可爱。为什么我说我只承认她是我女儿？而且我生病完了之后，她对我好亲哦，因为她家离龙总很近啊，她常常会来送东西给我，所以他们就要当 YouTube。我考虑了半年嘛，我说我干嘛？我就跟小孩子争流量。后来想一想，记录自己后半生的生活好像也不错。而且你的 YouTube 真的很好看耶。真的吗？因为我订阅的人真的没有那么多，可是我有订阅你的频道，因为你的主题是我喜欢看的，因为你拍到很多一般人拍不到的东西。因为我觉得我的高度应该要寓教于乐啊。所以你不觉得我都有讲一些道理？有啊有啊，就是有学到东西啊。真的齁、哦、对，所以继续往那条方向走。是，所以呢，今天呢，谢谢我的二女儿来到我现场，也教我很多。我也邀请她有空，如果工作太忙了太累了，也可以来这边休息，因为这个家就是你的，跟修一样，他有我的钥匙。好，对啊，所以记得哦，我们是要真的像家人一样。好，希望呢很快我也可以超越40万，加油好不好？希望你可以。我应该明天就可以过20000，有我的二女儿加持，我觉得我一点都不担心。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小铃铛，拜拜，拜拜。我们一直没什么交集，那因为我自己自诩也是偶像艺人，我就想说什么时候能进你的桥铁里。然后到进来吗？进来进来，是我朋友开的西餐厅。